我觉得他是可塑之才。嗯，男生哦，他播出后遭网友批评，只因为太胖，没关系，其实那都是胖也是一种罪吗？对啊，怎么可以这样袁伟伦 对不对？袁老师要不要讲评一下这组的演唱？是杨兆元都已经参赛这么久了，还会有忘词的现象，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。更何况你的程度也是非常好的，不应该有这样的紧张。眼泪的湿的，谁看就好。眼泪在你的心里，只是无理取闹。因为在你身后，是我一辈子的骄傲。问一下原唱人，听到这首歌，他们两个这样的诠释，你觉得？道远，你会越唱，我不知道是剧情的关系还是为什么会越唱越这样子下来。那刚刚大家没有发现？激动是吗？对，就因为那后半段比较痛，没有激动的。可是我想，你如果要有这样的感觉，可是到后面很激昂的时候，你应该要让大家知道你是难过，应该是要让大家知道，而不是这样子。好，马上来看一看第三组，没有，就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如果真的这。今天的比赛大家都被淘汰，我们下一集就是第三季咯。好，马上来看看第三组的分数是几个灯，请评审按灯。11分。好，很抱歉被暂时淘汰哦。不过其实我想这个每一个新人呢，经由这个 Roger 老师改造，其实都有不一样的生命了，只是表演还需要这个唱歌方面很多评审的建议。再次谢谢你们的努力，谢谢老师。就太紧张了，我忘词，对，就没有表现好，对吧？我希望是让自己尽量不要紧张，所以我投入情感进去，可是太多了。原本大家都十分看好的这组，因为忘词及情绪掌握不当，仍是失败无法过关，一连三组惨遭淘汰。淘汰区里弥漫着颓丧的气氛，在评审严苛的把关下，究竟何时才能出现第一组过关的参赛者呢？三组没有人过关，马上要第四组了。哎呦，这组哦，我不要讲太多，因为有两位评审之前是没有来过的哈。加油哈！好，第四组欢迎魏如云、辛巴。造型相当个性化、别具风格的两人 ，Roger 老师究竟会如何打造他们呢？不一样，不一样 ！Roger 老师对这两位的当时的想法是，他们很好做吗？你觉得？不好做，不好做。对，我把魏如云搞哭了。对，在做造型的时候，发型改造后，魏如云一见到工作人员，眼泪便忍不住溃堤，原因竟是剪头发是因为我还特别跟他讲说，我要留长，我剪这么短。而定妆时，他又再度流下眼泪，却是因为心里有这样的疙瘩在。而且全身都是我最讨厌的颜色。而这一切看在 Roger 老师的眼里，他早有一些心里的话想要告诉因为造型改变而不知所措的魏如云。在这次做造型的过程当中 Queen， 其实我知道你到外面去哭了，其实我心里也很不开心。我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可能还没有正式接受到这样子的训练，然后就推到这样子的阵仗，肯定有很多东西是你们不了解的，就是这整个过程当中。但是我想信任专业还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将来不管谁在这个行业里面都会碰到非常多跟你想的、跟你预期的，或者是跟你习惯上面有非常大落差的事情会发生。可是如果你跟人家合作的时候，就要把自己准备好，让交给这些人，让他们来帮你的忙。终究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产业，所以相信人，相信自己是很重要的。希望你们听得懂，也希望你们加油。经过 Roger 老师的鼓励和悉心改造后，卸下新房接纳全新造型的魏如云也变了一个模样，而这有别于以往的造型获得了现场这样的评价。阿妹觉得，因为我觉得看不出来，我觉得如云，
你现在穿这样子，我会觉得是你平常就喜欢这样子，因为这个型还蛮适合你的。嗯、对，对，其实真的很适合，很好看，很朋克摇滚风，很好看，真的，谢谢，真的很好看、啊。对，而且你跟辛巴在一起啦，两个人好搭哦。阿飞都来瞧了，我傻眼。我说真的，有时候如云啊，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跟别人看，我们真的还有很大的差距，好不 好, 好先。不过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唱功，今天两位带来的歌曲是天空，王菲的天空吗？对哦，很新鲜的一个感觉哦。欢迎这一组的表演，谢谢。我们现在是烂兄烂妹，对，我们就是 gay 佬，就是想要说，就是先谈一谈之后啊，然后想，哎，我们今天去吃回转寿司，吃一吃两个，隔天都拉肚子。我刚刚也去。其实我们蛮担心，可是我们有信心。对，担心跟信心是分开的。对，担心是担心说分数冲得不够高。对。在历经前三组的淘汰后，即将演出的魏如云及辛巴，相信也背负沉重的压力，但没想到在赛前又受到肠胃不适的影响，身体不佳的状况下，他们还能够顺利过关吗？接下来深情男女情歌对唱，获得评审一致好评。超级星光大道 Park 3，大改造后，造型相当登对的两人，马上诠释另类版的天空。首先，非常严格的黄小虎老师认为呢，如云，我觉得你拿麦克风的习惯太远了，所以你们两个那个声音的那个感觉差太远，男生太大，然后你声音比较细，所以又拿那么远的话，其实听不到。好，魏如云跟辛巴哦，其实是大家非常看好的两位选手，这一关他们过得去吗？到底有没有人能到十五分？请评审按灯。好，既然是第一组过关，我们都捏一把冷汗啊，想。